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易，今天来到了古城里面大树冰品，过来吃饭。这是芋圆。芋圆要煮很久吗？要煮熟，也不很久了，现在我刚刚差不多了。嗯，做的这个好可爱。这些全部都是素的，烙的饼，还有臭豆腐，还有煎饺。新推出的套餐饭，99铢。炸臭豆腐，好久也没吃过了。还有汤，米饭上面这个芹菜酱也非常好吃，还有这个红色辣椒酱也很香，蘸这个臭豆腐非常好。臭豆腐炸过呢，非常香，然后它那个芹菜酱也很香，再加上这个辣椒，啊，绝了！蒜汤呢？就是炸的，然后放芹菜酱，芹菜酱和辣椒可好吃了。我还怕鬼。抓了，就像师傅说的，拿了，鬼，我，你说话了，我打那个锅锅。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有任何视频意见呢，欢迎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。